是这里，你看这个房子行吗？这个吗？啊，哇，这个好漂亮呀！啊，走，我们进去看吧。你觉得好的话，我把它租下来，好不好？这全是木房呀。是的，这是古董了。对呀、啊。这房子挺漂亮的，是吧？以前我们住的就是这种房子。这种啊？对。啊，我觉得这个很漂亮。你有没有住过这样的房子呀？没有，没有。以前我们住的就是这种房子。这种房子吗？对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走，我们打开，去看一下。如果你觉得好的话，我把它租下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哇，好大呀！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不知道，这是喝拿来喝酒的吧？你会喝酒吗？不会。哇，你看一下，这么大，挺大的。但是有点吓人哦。没有。阴森森的。没有，只能住进来就好了。那你一个人住这里不害怕吗？我怕什么？哇，各位姐姐、帅哥们，你们看一下这个房子。哇，真的。这风景也挺好的，哇，你看吧。但是这里比较冷哦。你多穿一点就可以了，在这里养猪应该很好。啊，你要多穿一点衣服，要不然会感冒的。那咱们去找那个。好吧，我给他说就可以了。这个房东，我给他说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嗯，行。嗯，走吧。哎，舅大哥。听说上面那个木房子是你的是吧？啊，好嘞。你那个房子租不租啊？出钱就租噻。啊，我准备租来养猪呢。你那个房子，要不然你租给我吧。养猪你出多少钱嘛？你说吧，你开个价吧。你说多少钱？养猪一万二一年。这么贵啊？贵的就算了。少一点。一万二没得少的。哎呀。凑个整数嘛，你说可以吗？诚信猪啊，一万拿给你嘛，一万。好吧，那一万块钱就租给我吧。可以。然后我过几天来打扫卫生。可以吗？嗯，那钱我先转给你吗？啊，你转给我微信上。嗯，好吧。